开饭了，家人们，今天吃个不一样，海带大饭包。哎呀，这大海带，这个季节海带就是好。来点小酱，啊，好吃是吧？香吧，老嫩了，是不是老公？嗯、来点葱叶，来点香菜。哎呀，流口水，包一下，来点米饭。有点着急啊，老香的了，咽了好几口，嗯，太香了，一点都不腥。老公，今天咱家跟海带干上了，嗯，家人们你们可以尝尝海带包包饭包，老香了，嗯，这是我老公整的小猪肝，烀的小猪肝，成上大虾家来口这个吧，大虾，我还怕你吃不习惯，要不我吃。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赏我们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波热门，谢谢家人们了。嗯。